moi.三只小猫咪，看能分清楚吗？这个是牛牛，这个是小黄，那这个是小圈，身上有一个圈，它跟小黄长得特别特别像，感觉像是个小女孩那个性格。好吃的全让它给炫了，叫牛牛，小黄就是中间地位。原来小黄垫底，现在小黄也升级了。今天做一个糖心卤蛋，先把这个蛋洗一洗，然后再用那个美工刀敲敲敲，给它钻一个小小的孔洞。锅里加点盐，这个鸡蛋我就煮了6分钟，那小气孔就往出排气，可好玩了。煮完之后呢，给它过凉，再来调这个料。我用的是小茴香、香叶和八角。煮开之后呢，就转小火，再把这些食材给捞出来，然后再加酱油、生抽、盐，加了点清酒，又加了点老抽调调色，晾凉之后就给它浇到这个鸡蛋上，腌一宿就可以了。我又做了一个肉段茄子，这个就是过油，基本调口跟我之前做的那些都差不多。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，今天我吃的是这些，当当，肉段茄子爱吃不？然后这个是一个糖心的卤蛋，待会儿给你们拆个蛋看看啊。再带一片洋葱。哇，我这肉炸的真好，这个肉是排骨肉，就这个肉切的时候，看它那个切面都像那种雪花牛肉似的，外焦里嫩，就这个炸的时候一定把这里边有点肥肉，它不能像那个锅巴肉似的。我本来吧就想做肉段来着，后来发现梅桂姐她买了茄子，那必须得安排上。哇，赶紧补两块辣椒。这个炸肉吧一定得复炸，这个茄子就不用复炸了。太香了，
带点肥肉，那个那个肥肉都化了。给你们看看这个蛋啊，这蛋我腌了一宿，哇，好好吃，嗯，哇，真真正正的糖心蛋。这糖心蛋吃起来冰冰凉凉的，嗯，这个要是夏天做的话应该得放到冰箱里边，像我们东北的天儿吧，我就放凉台上了。这个蛋老馋人了啊、哦！哎呀妈，啥都收，没有收不到的。嗯，就这样过油的菜吧，要是没有这些配菜也不行。哇，这蛋，我好爱吃。OK， 珍惜粮食，拒绝浪费，又是一期关怀视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